摇滚乐我觉得它牛逼的地方，它就是敢于打破一切那个束缚的外在形式的东西，而且这些歌也是我心里面想表达的东西，就是说一些不同的城市，希望尝试一些。我的频道有谁叫神奇，你是要做自己的，是要因为做他们的人，就是别让大家都去感受。其实真正走过来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，而且这么多朋友在一起其实是一段开心的过程。哈利路亚，明天真若来临，哈利路亚，就是带着我们的音乐。三四十年后，大家都变成老头老太太的时候，大家还能在一起。大家都变成老头，他变成小姑娘。间接啊，我就觉得就是几十年之后，大家还是能一样站在台上唱自己想唱的歌，这就是我的理想。